黑曼巴 Kobe Bryant 历代紫金战袍，名人堂球星 Scottie Pippen 签名球衣，还有各界中华男篮队服，各式各样经典球衣琳琅满目。一年一度的 JCon 盛会，各大收藏家秀出手中瑰宝，当中最稀有的，绝对就是快艇船长 Chris Paul 当年效力黄蜂狂欢节纪念球衣哦。 这件球衣最特别的地方其实有两三个地方，第一个就是他那时候因为 Chris Paul 和 David West， 他都是同样当队长。那黄蜂队的球衣在上面就缝上一个C，代表 Captain 的队长标。他应该是全世界不超过3件的球衣，他最稀有的地方在这。目前之前我购买的时候是美金4000元，那后来大陆甚至有大陆或台湾人，他们开价开到8000、7000美金，我都没有卖。甚至他们来问我的时候都说价格随我开，所以可是我都没有卖，因为我最喜欢的球员是 Chris Paul。 所以这件我把它当成传家宝一样来收藏。除了球衣展览 ，JCon 年会还邀请各路名人到现场分享篮球经，咱们未来球评李义生也没有错过。瞧瞧台下球迷听得有多入神，就知道坤哥人气有多旺了。他们对于球衣、对于球员背景故事所花的时间跟投入，我觉得在他们身上。 他们的表现甚至于比我媒体工作者还要来得更投入、更专业。爱篮球的方式百百种，对喜爱收藏球衣的玩家来说，每件战袍背后的故事才是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。我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